咱年夜饭几道菜都吃了，红烧茄子。过年来了，吃个馍的，吃个米饭的都可以，没人。这个颜色你看，大块又黄又又绿，你看这个吃了啊，比肉都香。嗯，酸酸咸咸的，好看。大家这可以在家可以实际做一下，但是现在开始制作。这个烧茄子，这个光茄也行，圆茄也行，请先把这个皮去，咱过油呢，把茄子切成滚刀块。咱这大锅总稍微做大一点，家乡就切小点可以。茄子这切好了，拿着青红椒配个颜色就可以了。咱这把茄子这裹上生粉，不要点费，又那个大俩鸡蛋，就粘性了。下来拿生粉把这裹一遍，跟鸡蛋一裹。咱这一回做的多，稍微来点五香粉，弄点鸡盐鸡味儿，来点盐，这个不能放太多，面粉稍稍来一点，这就好了。咱这开始上锅，锅油，茄子那腌一下，咱这开始把料汁一和，来点粉面，来点盐，根据你的食材多少放盐，来点白糖，来点生抽，来点蚝油，上点芽菜，来点老抽，三勺番茄酱，来点肥，把它一稀释，就是一碗，把料汁先和放这儿。咱这开始给茄子裹油，这个油温稍微高一下，油温低的还是脱芡的。这下不动，叫静个香，再拿铲子上这拨动个。静香以后稍微有点黄颜色，想捞出来，再复炸一遍。油温稍微高一点，搁进去一串就对了，放一半。再复炸一遍，倒里头，把辣子拿油也和，把它和一下就对了。这就配个颜色，葱干上下放一下，爆香。来一份蒜，来一点香辣酱就对了，一勺就够了。把这个包香，包香以后，把醋倒点香醋，再过两天倒点香醋，醋味激发出来。豆腐咱和好这料汁，这等锅开，这把茄子问这个这倒。这把生姜蒜倒到里。咱年夜饭几道菜都吃了，红烧茄子。把茄子都做好了，这个你看这个色泽微美，你看这颜色也好看，过年你可以试一下。